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。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搭乘中国国际航空 CA-121 波音 747-4J6 型客机，已于新加坡时间大约下午2:30降落新加坡樟宜机场。美国总统川普也已从加拿大启程飞往新加坡，将在12日会见金正恩。预计川普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将在新加坡今天10日当的晚间8:35飞抵巴耶利克空军基地，随后公开接受受邀媒体访问。新加坡外交部表示，川普预定明天11日会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，金正恩则预定今天会见李显龙。